然后我们用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，它就会是还少叫三角形吗？那个根号三个，根号，然后根号一的平方还是一，真的，然后根。 根号二的平方是3，所以这边一加二等于3。哇，一加二等于3耶！哇，一加二等于3，天哪！小慧居然知道一加二等于3，哇！所以这个是符合的。然后第二换这个，他说四六八嘛，然后四的平方16。 六的平方是36，八的平方是……86.8，8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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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所以这里是不符合你们的人。按照准备这样算每一局，五十是哪里啊？这是什么算的？五十是哪里啊？真的没意思，不影响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